越南有大学生砸了台币61万元哦，手工打造出这辆梦幻蝙蝠车。蝙蝠车威力惊人，不但外形酷炫，还性能高科技。如果现实生活中有这辆车，一定不少人拼死要买一辆。Gotta get me one of those. 再来现实生活看看这辆蝙蝠车，长 3.6 公尺，宽 2.3 米，高 1.5 公尺，拥有四缸发动机，前后加装避震器，透过气动系统还能遥控调节车上的扰流板，能容纳两人乘坐。开车上路买通也很拉风，在网络引起不少讨论。Có thể đi ở những cung đường thẳng và đạt vận tốc từ 80 đến 100 km. 他是越南大学生阮大中，就读建筑系，是蝙蝠侠的忠实粉丝。他和朋友联手打造这辆蝙蝠车，砸下台币61万，耗费10个月全手工打造完成。先是使用了 3D 技术外观，还从国外订购轮胎与零件，每个细节都完美复刻，一点也不马虎。Nhưng mà khó nhất là chúng bạn mình đi tìm đồ ạ. Khung xe và cái vỏ xe thì mình có ở Việt Nam thì.虽然这辆车内部设计还没完成，但不少网友纷纷按赞，期待蝙蝠车也能在真实世界引领风骚。综合报道。